我本来造衣服是想往 H7 那儿送的，结果妈，我衣服还没造好，H7 丢了，我操！我操，C3 120个榴弹发射器。我操，好有钱呀！你把铁拿到那儿，然后接着造卡车。一会儿还回来远，一会儿还回来远。哎呀，兄弟你，哎，把我运到 H8，上车上车。等一下，我把铁放下。前面是吧？出了！我操！我这没手雷了。
你上次跟我聊天啊？哪混蛋扔的手榴弹？